我有跟玲玲姐说过啊，我真的把她的脸当成我老婆的脸，所以我比较有 feel。我是六月，让我们欢迎田铭耀还有刘子绚。Hello， 帅帅朋友，你们好。大家好。我们今天呢要来玩密室逃脱，你们有玩过吗？有，我有玩过。我们玩过，好，真的好几次。对，你玩过吗？你有玩过吗？我没玩过。啊？怎么可能？年轻人都最爱玩呢。这样，等一下你一定是大开眼界。谁是那个动脑筋的？谁是那个一直在尖叫的？他是那个动脑筋的，他是那个尖叫的。对，因为我很怕这种诡异的事情，鬼片啊我都不敢看，但是我又爱看。Okay， 我们今天没有这种惊悚的，没有可怕的，我们今天要动脑的。我们刚刚拍了一个炫耀爱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相信我们的默契呢应该 OK 的，不会吵架哈。我们从来不会，我不会，他从来没有这样子对过你，不会，我只会。我们等一下看一下会不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况。OK， 我们走。可以猜了吧？可以了哈。猜了跟没有猜没有差哎。真的嘞。哎，你就随便开一下，翻一下。他们真的很认真哎。这是什么？哎，你这样你要翻盲砸，你看什么？看得到吗？我觉得有老花的应该很难。很难来这里。你问他第一个 clue 是什么先喽？嘿，我们第一个都找不到，很丢脸呢。可以给我们一点暗示，我们要往哪里去吗？难怪他讲这个很难。你快点给我们一点暗示，暗示。这边三个号码嘛，说这边只有三个号码，25了。哇，好聪明啊！哎，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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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是应该要顺序吧？哇，你很厉害！一是白哈，啊、白，然后绿是绿 ，OK 是红，然后黄啊，嗯，啊，哇哇，你先去，嗯，你先去吧，这个很深啊，哇哇哇哦哦，没有太深了，你在哪里？我再起不来，游去那边，哇哦哦。夸张，这个这样子不是办法呢。没有嘞，你看，哎，你投进去，它这里出来。哎，这边有，这边有，这边要放那个 passer。看吧，到底是谁想啊？要来 escape room。Jeremy。哇，这个真的有难呢。哎哎哎，我找到了什么 passer？ 哪里哪里，在其中的一块里面呢？对，还这样子放着，坐进去，然后这样拉住，去吧。可能是我去的吗？因为你先去。为什么是？有什么事我们两个人帮你报平安。有什么事我们两个人帮你报平安。OK， 拜。到里面那个洞。啊，很黑。我们三个一起好不好？三个一起会不会太重拉不到？我拉得到，我拉，我拉，我拉。有没有恐？有没有恐怖？有。这有封闭空间恐惧症的人绝对不能有来。关注，你看真的就很小哎。对喽。OK， 到了，我们到了。Yes， 来哦。噔噔噔噔噔。我练瑜伽就是为了这一刻。瑜伽的人，噔噔噔，小心啊，小心，低一点。哇哇哇 ！Nice。哇，哎，有听到，有听到嘎一声。一二三。啊！什么鬼？啊！跳跳跳跳跳跳！哎，还有还吗？都不需要有还吗 ？OK。有什么？我觉得可能要戴上去才会有反应哦。就是想穿的呗。哦哇！然后还有那个王冠。你老婆在家没有这样穿吗？谁会在家这样穿？他如果在家里这样穿出来的话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嗯，我会煮多一点给他吃晚上。煮多一点男性荷尔蒙给我吃。对，不错哎。没有东西，他们蠢的。都讲 everyone together 了，怎么只有我一个人穿？ Everything together。你们在家是不是也是通常是子萱姐出一张嘴，然后你就负责做？我比较 hands on 啊，因为她比较细心。哎，这就是那个。对，这就是那个。哎。哎。我们可以出去了。哎，我觉得你 okay, 你进步很多哎。什么？我进步很多？我本来就这样聪明好吗 ？OK， 那个要剪掉。哇，你很厉害哎，你保持水准呢、啊。什么叫保持水准？这水准是怎样？怎么样？好不好玩？很好玩哎！哇，好喜欢，好喜欢。我不知道子萱姐你有没有发现说，你老公是一个很爱赞美你的人。
嗯，可能因为习惯了，我不觉得。你不觉得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为人就是我觉得做得好，嗯，棒的就应该讲，不要一直讲人家不好的东西。我好像没有什么听过你称赞我哎。加油了，加油了。朋友都每次发简讯就是骂我，哎，你们是 spoil market 哎，blah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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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， 我讲这个不是，这个是个人的。因为大多数男生都很直男。我有一些是蛮大男人主义。比如说，就是重的东西一定要我来拿。你真的 spoil market 嘞，这个叫大男人主义。对啊，就这些粗活就应该我来做。他比较体贴，想的东西也比较细腻，我是比较粗心，然后跟神经大条。很像我们拍《绚耀爱情》的时候，在日本，我们就找一个咖啡厅就喝 Airport 的咖啡。对，他就拿相机哇拍这个咖啡，然后相机放在机场，然后我偶尔就会逗他，我说：“哎，这个东西很美，要不要拍？”哎呀，忘了。你没有相机耶，好贱哦！你不会生气吗？我就是会这样，因为这我觉得没有办法，因为我真的落了那个相机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不管是男女朋友或者夫妻，你偶尔要有这种挑逗的个性来维持，这是我唯一我觉得可以情趣吗？对，这是你的情趣。当然你不可以太，你不可以太过分。哎，哇，你怎么样？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男朋友这样讲女朋友哦，女朋友被戳到那个点哦，其实是会火会很大的。但是你觉得 OK？ 因为我懂他的点在哪里。他的底线就是可能工作，如果你不专业的话啊，那个，如果你批评他的演技，我从来不会。像有一些角色，然后你刚拿到的话，他可能会给你一些建议，你有给到什么建议吗？其实有哎，我在金狮大道的时候，我有试着 demo 给他看，因为他们有上课，对，他就会拿着上课的那个稿。所以最佳 CP 那一段是不是子萱姐有给你一点 input， 让你跟玲玲姐两个人演起来这么有火花？我有跟玲玲姐说过啊，我真的把她的脸当成我老婆的脸，所以我比较有 feel。然后你们结婚六年，七年、嗯，你还记得几月几号结婚的吗？七月十六了。有没有哪一个 moment 是你想说，真的想要掐死对方，还在想说我为什么会嫁给这个人，我为什么会娶他？哎，你真的是要我们吵架就对了。不是，你要不要摔摔嘛？你要搞。这是我看过一个心理学一个数据的分析，想说只要是在一起一段时间以后，或者是结婚多久以后，你总是会有就是很多那个 moment 想说为什么我要结婚？我觉得一般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可是为什么要去？专注想这一块，而不是说我们有什么东西还没有一起去体验，一起去尝试。我觉得只要不要太计较，当然有一些很坏很坏的习惯，像他以前每次说，哎，你每次哦去上洗手间，你要冲水，你要什么什么什么，那个有时候我会忘了。你在做什么会忘记冲水 ？One game。有时候真的是忘了，所以现在我想 ，OK， 这种东西是要改的。你也不希望下一个来厕所的人看到那一坨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啊！你不希望你就不要做。看，可是我想要跟你分享了。你以为我跳？哎，你看哇，好大条哦。无聊。很难讲。可是因为我觉得男生很无聊啊。就是你们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可能在工作上面还是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比较不开心的事情，然后你会希望对方怎么样对你？我不会有期望哎，我也是不会哎，因为这个东西低潮是你自己需要去度过的事情，你自己要去处理的。你们感情好成熟哦，你自己要去处理的。很多时候我觉得可能有些人需要别人去赞同或者是 feel what you feel， 所以很多时候我是那种会比较发脾气比较直爽会讲的人。比如说子萱姐今天工作上面她会讲到一些东西，哇，我最哔啦啪啦啪啦啪就讲了。你会直接打电话去骂吗？不会。有一次不会有一次他是很 zen 的，所以我就不能认同这种，就是当一个人很 zen 的时候，为什么你们还要这样？他会比我更生气，我会比他更生气，然后反而我就会 cool down 了，我会觉得啊 ，OK， 没有这么严重，没有这么严重。反而我的事为什么我现在变成像你的事这样？他自己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他反而没有这么生气。对，我不会。可是如果那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，他就会很生气。你有帮他出头过吗？有哎，他有帮我出头过。可是我觉得我们年纪渐长，现在我们比较成熟了，跟以前刚刚相处的模式，我们开始知道有些事情是需要去帮对方度过，就是让对方可能在生气或者低落的时候看不到的东西一直提醒他。你要在那边 support， 你要 support 啦，这是他的强项，他会在旁边就是帮我振作起来。对啊，如果今天子萱姐不小心杀了一个人，你会帮理不帮亲吗？ Before 杀一个人先啊，我会先问他。
他会知道我杀一个人一定是有理由的。可能我看我讲，哼，应该捅多两刀，我帮你。因为很像每一个人的个性，每一个人有怎么样的个性，你懂他这个人会做什么样的事情。以他个性，不可能。如果他真的这边真的杀人，他这边真的是爽，那个人就该死。Yeah, 不然就是他这边真的断掉了。入行20年，然后你用了多久拿到超级红星？17年，我是入行第3年才拿第一座，中间当然我离开了，然后再回来之后也是可能。6、7年之后的事，我其实算是蛮顺利的，因为还好是去年有拿，因为我今年没有作品。哦，对，我2023完全没有作品。那你记不记得，就是你们去日本跟台湾期间就拍摄《炫耀爱情》的时候，有没有哪几个环节，或者是哪几天，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你们印象特别深刻？我先说，比较不喜欢，就是因为我对蚊虫过敏，然后《炫耀爱情》其实我没有去露营。印象很深刻，可是因为被蚊虫咬，所以我不是很 enjoy。因为我们露营一结束，我们是所有人都冲去药局买那个消炎药。我们去药局要多过去餐厅。我喜欢一个地方叫银山，就是一个温泉区。因为我喜欢宫崎骏，就是那整个地方就是古色古香，《千与千寻》的那个场景去画出来的。然后我觉得整个氛围真的很舒服，我觉得旅行就应该要这样。你们去泡温泉是那种公开温泉，然后全裸进去的。比如你在用的时候，你就翻那个牌、就是 in use， 就没有人可以进去。可是他要 ignore， 他要推门进来，你没办法啦。把我已经泡在水了嘛，是吗？谁？哎，人家想谁是配合？胃气太高，不会啦，刚刚那个钱我们都知道，气应该不会高。我看到报道的时候，你说其实你们在台面上就是炫的那个恩爱的部分，只是你们台面下的20%还是30%。你们台面下到底是在干嘛？很多人会觉得哇，很像在炫耀，不是，是因为用刘子绚跟田铭耀的名字，刚好是炫耀。然后我们的互动是很真实。哎，我已经收敛了嘞，有镜头，有镜头，打开我的胸怀，抱着老婆。就是我之前在说我们两个人的互动，平时在家没有人看到的地方，我们是很幼稚，我们是很像小朋友，所以我怕观众可能会吐，你知道吗？去年的时候我们访问你红星，然后你们就讲说想要一起主持一个综艺节目嘛，然后结果就有了《炫耀爱情》。对，然后接下来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是你们两个想要一起做的？比较想要跟他环游世界，如果有一个节目可以环游世界就更好，一半打工一半旅游，这个想法很好。对，有没有想要尝试什么工作？也是算一种体验。只要如果剧组可以想到一些工作是很特别的、很有意义的，我觉得都 OK 啊。自从哇练成巴黎，什么是不可能。好了，那就希望你红星大奖的时候得奖。谢谢。每逢星期二晚上8点，炫耀爱情就在八频道。你也可以上 MiWatch 免费随心选看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视频不漏看。